我今天去全叉的时候看到这两样零食，我觉得很有趣。第一样是跟万圣节有关的这个恐龙，你有事吗？走开啊！是这个乐天小熊万圣节巧克力口味。姜，然后今天我在杨玉片的家。嗯，我们不说过吗？他家很棒。好，好，我们打开吧。这样我照不到哎、欸，这里面有东西。你们看，太阳要开箱哎、欸，它转型成为开箱型实况主。算了，我不要里面的东西。好，不要里面的东西。我说这个。那你要怎么吃啊？好，那这个。好，打开了。可恶。当当，跟一般的没有什么两样啊。可是它那边小熊本来就有巧克力的、啊，干嘛还要再做一个万圣节巧克力？可能万圣节真的会有毒啊。好，我们拿一颗，有毒就共生生死吧。哦，啊，没关系，再一颗。不求同年同月生，但它里面长这样，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，长得很像洋芋片。这个给你新的了。不用了，我吃这个。那你吹一下，那这个有吃。你看，好，我们现在来，那我们三二一吃吧，三二一。嗯，我知道就是普通的巧克力，很普通的巧克力的，这跟它一般巧克力的味道有什么差别啊？完全没有差别啊！我这样觉得，还蛮好吃的，好像是比较浓而已吧。哈利波特装哦，哈利波特装好吃，我戴上帽子好了。然后我有一个自己的魔杖，这个完全跟万圣节没有关系，这就只是我单纯看到觉得很有趣就买了。这是可乐果口味，可圈果口味，辛辣气死。本影片不含业配，想要业配在下面留言。此影片由可圈果。没有其他主播出，好，打开吧，感觉很辣哎、欸，你知道我不敢吃起司吗？我觉得起司的味道很重，起司好吃啊，不过我也不敢吃啊，所以我买两个。那你买这干嘛？没有，因为还好吗？它是辣，它不是辣，它是让你舌头发麻。跟十八斤咖喱比，这还好。跟芥末的感觉是一样，只是芥末比较强。想要看十八斤咖喱的影片，在右上角可以点击个资讯卡。我觉得其实不错，我觉得它很香。我把我脸遮住。它都长这样。这样普通的一个可乐果。蛮好吃的、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吃完，那我们现在去拿饮料的部分，等我一下啊。那如果喜欢这影片，就在下面点个喜欢，点个订阅哦。你在录吗？我在录啊。我帮你拿杯子。今天我们要来破三个喜欢，好了。带你们看一下洋芋片家好了，好了，那他的家这是冷气，这是我的电脑，家没电了，然后这是兔兔，然后这是一些很酷的东西，然后这是洋芋片，这是他的电脑，然后你把它拍掉，他的喇叭，这是他的乐高，这是他的电风扇，然后
你这样我这是他的螃蟹，你最好把它剪掉、这是他的垃圾桶，你最好把它剪掉、地球仪奖杯，你知道皮卡丘这个新饭你吃吗？很好啦，拍你的螃蟹就会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买了一个一圈口味的柠檬红茶，没关系，这边到时候会抹掉，然后跟纯圈茶的柠檬红茶，我们今天要用这两个茶带你们看一下，来比对一下这个的差别。好，看这个，我们来试试看吧，感觉会差不多。看吗？我觉得应该差很多吧。抹掉一下，现在应该还好吧？对啊，没有糊掉。好，我们要先喝哪一个、啊？这我的杯子。对，酷哎！你要纯圈茶哦，这个是之前在 Seven Eleven 的时候那个一级圈，那个几点换来的珠珠杯？你要先从哪一个一圈还是纯圈茶？都可以。那小瓶的纯圈茶开始好了。好吧。我们请我们的一号选手纯圈茶纯圈茶柠檬红茶上场。你看，习惯。好，来倒吧。那我里面有水。能不能拿吸管？好像比较好用，对不对？嗯，真的。抱歉，没有那么细的吸管。小猪，倒个半边，哦，喷出来。谁见鬼了？好，喝喝看吧。柠檬红茶的味道，跟那什么雀圈柠檬红茶一样，跟那个台湾雀圈红茶，这有到吗？我在干嘛？表演特技啊！不是，我刚刚过来的时候椅子往后走，然后我就快倒下来。清澈的颜色仿佛就像柠檬红茶一样，马戏团哦，噔噔噔噔，好，来喝看。我觉得可乐果好好吃哎。对啊，我觉得比较香哎，这闻起来比刚刚的香有没有？有一股香味，刚刚味精加比较多。刚刚有那个，我已经穿很大。我觉得这比较甜哎，这比刚刚甜。使用100%锡兰红茶，比较酸吧？哪有？这是我前阵子买的，给我们就是一个大吃货的概念。那个葛圈高迪圈泥棒棒糖，好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米圈跟那个米圈形，正好。然后就是一个是葡萄口味，原本有三支的，一个是葡萄口味、苏打口味跟草莓口味。然后后来我把你要不要给2人？后来我把那个苏打口味吃掉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吃这个。对，这个你要，那你可以帮我吃草莓吗？我不敢吃。你不敢吃草莓？嗯，我很多都不敢吃，可以吗？拜托。那挑食了。是啊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好，你来吧。打开吧。它长得像这样，很有少女心的感觉。你们看，哦，你的画面好亮。那个苏打不就玻璃心？很有葡萄的感觉。哇，你的好红哦！好，灯光的。是我们刚吃太多东西吗？像好像没有味道。味道不对。咬下去好酸哦！棒棒糖的英文叫做棒棒糖 ，B O N B O N T O N， 棒棒糖有没有？你知道 B O N B O N 是那个法文的糖果的意思吗？因为我们专门没关系，但它是法文的糖果的意思，叫做 bonbon， 就是糖果。啊，我想听过。然后棒棒糖英文叫做 lollipop。然后如果是复数就加一个 S 就好了、然后如果是过去式就加 ED， 这是动词。
好，反正草莓味好重。里面有看油桃的影片，可以学英文呢。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口味吧。这个口味是葡萄，所以叫做 grape。葡萄是 grape， 所以呢，然后口味呢叫做 flavor。所以如果你要说葡萄口味棒棒糖，就叫做 grape flavored lollipop。那这个是草莓口味，草莓叫做 strawberry。所以你要说草莓口味棒棒糖，就是Strawberry flavored lollipop。 那像是我之前吃过还没有发影片的苏打口味呢，就是 soda， 所以是 soda flavored lollipop。 各位学到了没有呢？没有学到的话干不干我干我没有事哦。好，反正就是，那我们刚刚说到万圣节，那万圣节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外的鬼节。那这个日子呢就是 万物的鬼魂啊都会跑出来，那他们会来类似抓替身嘛。那如果你不想要被他抓替身的话，你就要打扮得像他们一样，所以就会有就会，所以一开始都会装什么扮成僵尸、扮成骷髅、木乃伊那类的，然后到现在才有什么扮成仙子、扮成动物、扮成 YouTuber 油桶。所以就是对，这就是万圣节的由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录到这了吧。我们该吃的都吃啦，该喝的都喝啦。就像人面的那影片，希望你也喜欢，那不要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可以看到更多好看的影片。然后左下角有我的 FB 和 IG， 去追踪一下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就是订阅儿童、按赞儿童、留言儿童、还有两个影片，订阅他。嗯，我们下次见。片尾有他的那个按钮。拜拜。Like a big hill star。